给献花的还有。谢谢吧，我也爱你。这姑娘你真不嫌脏。这个封箱啊，什么叫封箱啊？嗯，曲艺界过去没这说法。哦，这都是京剧界戏班梨园行的说法。嗯，年终了，明天不演了，把所有的戏剧服装的箱子贴上封条，封起来，咱们叫封箱。对啊，这个我们借鉴了这种说法。嗯，就说了今年的演出差不多了，图个吉利，这场演完就过年了，不演了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嗯，一眨眼的功夫一年又到了，是挺感慨。嗯，啊，尤其今年德云社十五年。嗯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十五年不算事儿，对一帮说相声来说不容易，这不短了。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。上了台是演员，下了台也是普通老百姓，可不是吗？也有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嗯，跟您过日子是一样的，都是人嘛，一年到头什么事情都能发生。嗯，我们也有个亲戚往来，嗯，朋友聚会，对，红白喜事，哦，随个份子。哦，对，还随份子啊？您也随份子，多新鲜呢。啊，我怎么就不能有个朋友啊？不，那今年随份子了吗？随不少呢。说说，今年纪念萨达姆去世五周年，随了一个200，不少啊，就省得去一趟，来个礼到人不到，就省得挑眼啊。后来拉灯又没了，啊，随了个500。交际面真广。嗯，卡扎菲800，朋友关系指望年底就差不多了吧。啊，金同志就没有了，这也得随呀。哎，随了个4000，这怎么那么多呀？他们说这个人跟我单位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是不是思密达？哎，谁呀？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看了好多事儿之后特别的感慨。嗯，人活一世啊不容易。是，要不老话说呢，嗯，气势清风肉化泥。哦，不管你趁多少钱，嗯，不管你多高的身份，嗯，到头来也不过如此。可不嘛，广厦万间卧眠7尺。嗯，你趁多少间房，晚上躺下去也就这点地方，就是这样。你有金银千百万，嗯，临死两手攥空拳。哦，有衣服千百件，嗯，你不能每日天天穿的，真是这个道理，是不是？嗯，功名利禄金银财宝全是假的。哦，存一屋钱有什么用？没用。所以劝各位，嗯，如果有钱，多听相声。哦，听相声这么费钱呢，啊？也不见得都花了，花心的你该花也花。嗯，听相声有好处。嗯，心情愉快，哈哈一乐。嗯，这是您花钱买不到。这倒是，可能你花了500块钱。嗯，这一晚上坐在这儿前仰后合一乐4-5个钟头。嗯，这500块钱就值了呗。是，你在这儿能乐，你在家乐不出来呀。在家怎么乐呀？在家里边这500块钱你乐得出来吗？看着钱乐，吃完了晚饭，全家人没事了。嗯，掏出500块钱放在桌子上。哦，来吧，咱们乐会儿吧。那怎么乐呀？乐得出来吗？没有，乐不出来。嗯，你要真能乐出来，嗯，你那个病500块钱治不好。那就改神经病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万事到头来，嗯，健康才是最主要的。哎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不是我捧您，您说。您能活20-30，嚯，60岁，8:30，9:30，就活2钟头，这是玩笑啊！因为于老师在后台来说，我认为啊，虽然说年纪比我们大一些，但是您的状态是最好的。我还不错，气色也好，心态都挺好的，主要是心态。所以说你是肯定能够活到死的。嗯，这不废话，谁不是活到死？所以说有点时间，我觉得。
去锻炼。哦，运动。哎呦，应该这样做啊。是，这方面我检讨一下。您呢？做得不好，不行了啊。懒，哦、不爱动。孩子们那天，您跟我们去锻炼去啊？健身房。对。我说我都没去过，你看看，反正电视上演过，我也知道什么举什么玩意儿来杠铃，这个是吧？啊，是。去吧，是一块儿去了。好，一进门感觉他们都熟，他们老去，各找各的健身器材啊。我说我来哪个？行，随便啊，别太累了，反正哎，慢慢来，找一合适的，循序渐进，找一个吧。嗯，进门口旁边那个，我就来这个吧。哦，这真不行，实话实说啊，还不行。他们天天练，他去，我这乍一来哪受得了啊？20分钟，哦，我就吃不消了。真的，就20分钟，列位，我是真吃不消了。那您还是太弱，吃不消。怎么个吃不消呢？那里边有巧克力、干饮料。这得吃到什么时候才是个结束啊？那您还吃20分钟呢？那没撑死您这个，吃不消了。您找什么器材啊？这个有一个自动的售货的机关。哎，就到门口让他给截住了。一放钱就出东西，一放钱就出东西。谁让你玩那个了？太高科技了啊！啊，向您学习。您别向我，新年新气象。得，谢谢您。向于谦老师学习，您太客气。您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。哪儿的话？实话实说啊。嗯。刚才开玩笑说活得如何如何，反正我觉得你比我能活得年头长一些。您点客气。还有三快。嗯。吃得快，睡得快。嗯。拉得快。哎，这就不怎么样了。这个话题并不脏，是吗？列位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！很多人说了，哎呀，站在舞台上，你还说上厕所的事情多么的肮脏？嗯，大可不必。可以说，人吃五谷杂粮，第一没有不得病的，第二没有不上厕所的。哦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嗯，在你的人生中刻意的抹掉去厕所这一段啊，你不完美。嗨。谁刻意抹这玩意儿？好多人他一种病态的心理倾向。哦，你台上说上厕所解手，哎呀，他就当时就受不了了。嗯，其实你不管什么身份的人，古往今来，你说谁能不上厕所呀？那倒是，您多高的身份，趁多少钱，嗯，多么的高雅，你不上厕所，嗯，那你是个貔貅啊。嗯，那哪有是貔貅的人，是不是？嗯，人家说上厕所决定人的健康，是吗？你刚才咱们说一老三快，嗯，吃得快，嗯，不挑食，哦，荤的素的全行，当当当一吃吃饱了，营养均衡，对不对？嗯，睡得快，对，躺下就着，这说明什么？没有说翻过来掉过去遮点，没有，睡眠好，睡眠质量好。第三个就是接手痛苦，这也是好事儿吗？人得代谢。这个顺利，这很好啊！那倒这值得表扬，值得学习，是吗？啊，于老师每天早上8点钟啊，准时排便啊，这是定点9点钟，嗯，准时醒过来啊！我植物人啊，我拉床上了吗？这哥哥你不服行吗？啊，那是得服，我抬不动我呀、啊！数10年如一日，哎，好嘛。年头还不少了，知道吗？嗯，反正向于老师学习嘛。您别客气了，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好身体。那倒是，有好身体为了什么？嗯、啊，健康长寿。是，不是说有好身体让你出去打架去？打架那就错了。嗯，后台有几个孩子，以我儿子郭麒麟为首，我要锻炼身体。哦啊，我要锻炼身体，我好身体。是，如何如何？怎么，昨天出去跟人打起来了吗？不说没他们、啊、都是小孩们玩回来脸上都青了啊！不是怎么回事打起来了、啊、不是你那个近视眼又这么胖还打架真是啊！眼镜呢在兜里掏出来了在、嗯、这儿呢我这眼镜怎么没碎呢我怕眼镜碎了、嗯、打之前先看好了然后摘起来凭着记忆打的哇高手啊这是结果呢？这不让人打吗？嗨，没法不挨打。好好说相声啊，别没事找事，知道吗？是，不行，打了我了。嗯，打了我了，我跟他打赌来着。赌什么？我跟他打赌。哦，打赌，3天之内让他给我道歉。嗯，要不然我就杀了他去。嚯！听完之后心里都凉了，是吗？我说我可得管你，是呀。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真是，你才16岁，嗯，怎么能够赌博呢？啊，嗯。杀人那事儿没提。哪大哪小您得分清楚
哦，我就说这意思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您说这个意思。先说那个，他小孩就是看武侠小说啊，看那电视剧看多了，哎，他老幻想人世间有那种武侠。哦，登平渡水，走古山绵，侠客背着刀如何如何？哦，哪有这么多侠客？真是，那是文学作品。哎，现如今说良心话，北京城找这样的侠客，充其量有这么一个两个就了不得了。那还是有啊，比如说你父亲啊。我提这醒干嘛呢？哎嘿哎，对，想起来了，于老师的父亲啊，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提到过于先生的父亲，那肯定不止一次。嗯，老爷子有很多的身份，是做过很多的事情，嗯，发生过很多的故事。哦，在此我澄清，嗯，全是艺术的创造。我谢谢你。他父亲的真实身份，嗯，是一个武术家。哎，请您听这段故事。太厉害了！怎么厉害啊？十八般兵刃，渐渐你美什么呀？你说到这儿怎么那么美呀，啊？我愿意在台上说点我们后台的亲人啊，说说你父亲我儿子。哎呦我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，啊，你先说的郭麒麟呢，就是这分开了说成不成，这个人就是的就没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没意思？你不要认为他们两个是一个人。我郭麒麟呢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哎呀，我也没承认了，他不就得了吗？得了就别连一块儿说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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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现在这两个人是俩人了。哎，以前也是俩人。你父亲是武术家啊，就单说他还是渐渐精通都会。我这没说的话，这段不要钱了行吗？哎，行，谁过年不吃顿饺？就说十八般兵刃，嗯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。哦，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水钩的，带峨眉刺的，嗯，长的、短的、硬的、软的，单的、双的、方的、圆的，嗯，你父亲全行，那么大能耐，哎呀，老厉害了，嗯啊，因为他们家里边从你祖父，嗯啊，你曾祖，反正往上倒多少辈儿，嗯，都曾经是武林中的义士。嚯，哦，都练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说到你父亲这边也是从小，嗯，咬定牙关，一定要做一个武林中人，习武。老爷子练功练的那个，寒暑不侵，刀枪不入。呵，寒暑不侵，寒暑不侵呢，啊？嗯，最凉最热的天难不住他。哦，那是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您说，比如说想练这寒天、冷天，哎，得抗冻啊。嗯，他父亲坐车奔西伯利亚。那是最冷的地方，西伯利亚多凉。嗯，老头到这儿找一没人地儿，嗯，荒郊野外，把衣服全脱了，哦，穿一个日本相扑的内裤，什么乱七八糟，什么扮相，迎着风站着，那多馊的风啊，那玩意儿，拿一个搪瓷大半缸子，嗯，冰镇的酸梅汤，都到西伯利亚还能找着酸梅汤呢，这手拿大蒲扇。出了风口啊，喝风口还唱歌呢，唱还唱歌呢，唱什么呀？这就是二，可不是二吗？我也说不清，别说了，那就这眼就够了啊，练着寒抗冻，不怕冷，哎，抗冻还练这热，热找最热的地方，嗯，哪热？什么叫印度啊？还赤道边上这国家？哦，老头去了，嗯，从里到外，秋衣秋裤，绒衣绒裤，嗯，毛衣毛裤，嗯，棉衣棉裤，皮衣皮裤，嚯，哦，水獭的帽子，水獭的外套，我爸跟阎鹤祥的祖父是一家子，水獭的眼镜，水獭的口罩。属于水塔的棍儿，哎，肯定是什么棍儿，可不是精神啊，还精神呢，你先先先先怎么了，这耗子呀，这怎么是练练练就把自个儿练成水塔了，寒暑不侵，这叫寒暑不侵，这都是小玩意儿，不算什么，真正的讲的是兵刃，哦，架子刀
是你爸爸练刀，都练绝呢。怎么呢？天下的刀他都练过来了。嚯，单刀、朴刀、鬼头刀、长柄短刃刀、去刃几天刀、青龙偃月刀、风头护伞刀、腰刀、吊刀、驴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眉尖刀、玉林大刀、行刑刀、宽西大刀、山头刀、牙柄腰刀、铲油头刀、金梁环柄刀、狮子长环刀、龙环柄刀、龙翅大环刀。哎。全练，尤其你父亲这口刀怎么样？削剑弯眼刀，这名字太奇特了。老练是吗？融合了三派，哪三派？北京的，哦，济南，扬州，很有天地。那这个刀法叫肉上雕花。最大的特点，杀人于无形，还能杀人。不管你是谁，到你父亲手里边，汤汤汤汤汤汤，当时下地毫无痛苦，修脚的呀。我说叫修剑弯眼刀呢，怎么当时下地的词儿都出来了？就是走得快，走得快，还是修脚的。武林中人见你父亲，当时就当踢，你只要一踢，老头啪，哟，把刀伸出来，哎，行行。这还挖机呀、啊？这是教训你，这叫教训。所有的武林中人被教训完之后，是都特别客气，服了，掏出十块钱递。哎，那就是交钱的呗。练刀，人称天下第一刀客，我还有名。后来说我不能老练刀啊，练点别，老练刀没意思。我什么时候能耍剑？随时呗。请注意您的措辞。不是，什么叫耍剑呢？您这拿着宝剑跟那耍啊？那叫练，怎么说都不好听。练宝剑，宝剑，对啊，不叫练大宝剑，没听说过，就叫宝剑。没有大吗？啊，没有。要练宝剑。拜过师傅。是啊，老恩师，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。嚯，西门吹雪的弟，他叫西门吹灯。哎，要死得嘛呀，说吹灯这词儿都出。跟人学啊，剑不好来啊，剑分文武。哦，看哪儿？看穗儿。哦，穗子。哎，这穗子不叫穗子，这剑袍。嚯，哎，这文人那剑上面才带穗儿。哦，挂在这儿。嗯，哎，练武的那个底下是秃的，没有，那还挺讲究。分文武。嗯，天天跟吹灯老师一块儿。哟，在小黑屋里边练。是黑屋，点一小粉灯。啊，这儿耍剑。洗头房吧，你说这，啊，小黑屋里点一小粉灯，俩人在里耍剑，我怎么听着那么熟悉的地方？这么说你没少去吧？不是，我看介绍啊，这玩意儿啊，别瞎说啊。当时练宝剑是，哎，后来遇见一件事情，遇见什么？对你父亲的打击非常的大。什么？武林中人有人要害老师。吹刀，别说的这么不吉利。您说的吗？这啊，吹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吹灯，但是那个吹是一个口子尖一个欠啊，灯是一个火一个钉，还是这俩字儿，就没换词儿。这夜半三更来了贼人，哦，又打墙外砰关进来了，哎呀，站在那儿了，嗯，就是比武来的。对，老师看了，仗剑而立，嗯。来呀，嗯，把我的红裤子给我拿来。这叫踏剑，一身血。嗯，再看那边，噔噔噔噔，又翻进一百多人来。哎呦，老师看，嗯，把我的黄裤子拿来。这是踏剑一裤子屎。老说这么脏，废话，换黄裤子干嘛？迷惑敌人。哎呀，有什么可迷惑的呀？这敌人会纳闷儿，哦，这个人一会儿一脱裤子什么意思？哎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开打，换上了。为首的贼人在江湖上有号，叫什么？外号叫吸血鬼。嚯，听这名字，你拿刀咔捅他，怎么着？他一张嘴就能咬住了。哎呦，一使劲，这铁片刀能嘬出血来。这能耐太大了，宝剑递过去，康康咬住了，当时能嘬出血来。哎，后来知道，嗯，这个人有很严重的牙龈炎。哎，吸自个儿血呀，好厉害！哎，这上医院不就完了吗？这开打，
啊，两个人打在一起，哎呦，还得说西门老师厉害，有能耐，咔嚓这一剑，嗯，吸血鬼倒地就死了，哦，杀了一个严重的牙龈炎患者。不至于死，后来警察叔叔来了啊，把老师就带走了。啊，这还有警察？临走的时候跟你父亲说，嗯，记住一定要耍剑，你就别嚷了。啊，又喊口号了。带走了，后来因为故意杀人罪，判了个死刑啊，按揭五年。死刑还有按揭的？这当时没枪毙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缓刑，不叫按揭啊，不叫按揭。哦，我理会错了啊，没人教了。哦，老爷子自个儿咬定牙关，练别的。哦，练镖，镖是镖，没有这么大，三寸左右。哦，是个暗器。对，前面三棱子，哦，后边甩着红绿的绸子。对，固定位置以及把握方向、掌握平衡用的。哦，古人有用的。是，不知哪位听过评书《三侠剑》？谁？有一位英雄，嗯，圣英圣子川。对，三只金镖压路林，甩头一舞震乾坤。嗯，一口金刀安天下，南西北六第一人。哦，扬子江心，道富八百里，康熙爷御笔亲题四个大字。嗯，侠义可亲。有这么一位，说的就是这位圣英圣子川。哦，这镖太厉害了，你父亲学人家这点镖太准了。嗯，啪。这镖分上下啊，这么大的镖在手心底下，啪，这叫阳手镖。哦，反过来这叫阴手镖。嘿，哎，这么大叫回手镖。哦，有说法。嗯，啊，你父亲后来练藏镖，藏镖是暗器，这个镖藏在身体上。哦，你可找不着。嗯，哪怕全脱了，嗯，光着一丝不挂。嗯，你不知道这个镖藏在哪儿，这真太厉害了。他可是一伸手就有，是吧？他把镖插屁股里了，我说找不着呢，这有这么藏镖的吗？都不用打中你，那怎么办？把面门这刷一过去，当身旁人。哎，那是熏的，那是。我说咱说点好事儿，成不成？江湖上给你父亲贺号，叫彪子。哎，没听说过。有叫彪子的吗？很厉害啊！其实到这会儿，他的武术就不错了啊，刀、剑、镖，别提这个，已经算三绝了，还三绝了，已经算三绝。但是常走夜道，没有不遇见鬼的。哦，出事了，怎么了？因为老头这个人呐，也确实是太有个性了。怎么着？他觉得自己是武术中的人啊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嗯，要除暴安良，好事儿。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呢是画一金链子。那个金链子上有一小金牌，哦，写着家庭地址。嗯，家住北京宣武区北纬路展一号。哎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外号叫什么，括号彪子，见见都是我。这儿挨揍呢是吗？这得多大牌啊，要都写着。走着夜道，手里拿一剑棒，到光光灿灿啊！你慢说劫匪，好人都能骑着奶军，那是这链子就不小啊！对过来人了，嗯，愣小伙子骑摩托车，好，哦，这大金牌子，嗯，这大金链子啊！下来摩托车，给我，要大老江湖，嗯，摘起来，啪，真给，扔到草地里边。哦，小伙子过去捡去，嗯，你爸爸上摩托车，哎，嘿，哎呀，他倒是老手了，这个。劫匪拿着这链子，拿着这牌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是啊，塑料。哎呀，上这个恶当。打电话啊，警察叔叔您好，我报案。他报案，我是一个劫匪。哦，我刚才碰到劫匪了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，我被这个劫匪把我劫了。啊，警察听了半天，劫匪劫的劫啊，你们不是同行吗？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哎呀，这句话延续下来，找吧，咱是得找啊。照着地址，很方便就找到你们家了。那是有牌子呀。啊，你爸爸不能回家了。哟，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。当初就纠结在这个地方，嗯，一时疏忽，哦，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您瞧吧，转念又一想，就是因为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能力不行啊，还是不行，啊，还得拜师。哎，找去吧。还找，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，真找着了，真问出来了。哦，有两位世外的高人，是吗？高人都得隐居啊，那得藏着，没有站街上喊我是高人，没有，那不叫高人。这两位藏着，藏哪儿了？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。哎，藏那儿
干嘛呀？这高人，两位高人啊，武林中赫赫有名。哦，一位叫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，这到底是学什么的呀？他是。还有一位打印度回来的武林高人，小蛤蜊黄不辣。哎呵，真俏皮这名字啊！两位高人藏在野兔繁殖基地。哎，你父亲开大摩托就去了，找去，到这儿停下车来，进门一瞧，嚯，怎么着？两位高人正在午睡，哦，睡觉，枕着胡萝卜，盖着白菜，抱着草，俩兔子精啊，这是。不是藏那儿了，就是养在那儿了。这是苦修苦练，是吗？没有盖这个花被，我没有，都是盖白菜。哎呀，这一说，两位老师弟子前来学艺，还学呢。俩老师坐起来了，啊，还是兔子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，就是刚起来扶着窗台。哦，嗯，那么长的耳朵，别捋了，还是一折耳兔这个。坐这儿啊，别。这是打床上蹦起来的，是吧？两位老恩师，我想跟您二位学艺。哦，哎呀，学艺可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先看看你的智力如何。哦，武林中人练刀枪剑戟都是有口诀的。哦，告诉您个口诀，如果能背得下来，我们就收礼。您试一试，记住了。嗯，小白兔白又白，两个耳朵竖。哎，这是口诀呀、啊！你爸爸七天就背下来了。傻小子，七天背那么两句话。小白兔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哎呦，俩老师都傻了。太神奇了、啊、咱们当初可是半年才背下来。哎呀，这叫看见高人了啊！快起来吧。哦，不能，我不起来，我要拜您二位为师。别去、你的智力可以。哦，咱们三个人肩膀齐为弟兄，拜把子，咱们算把兄弟好吗、嗯、一个头磕在地上啊！人家这俩人呢，老王是最大的。您等会儿，您老王是谁？不告诉你了吗？告诉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。哎呀，我都把这姓忘了。王老大啊、哦，王老二。哦，你父亲是兔老三。哎，兔老三不是在这儿拜的就老三啊，是老三。你父亲三弟，哎，大哥二哥三弟。对，要说起来，你父亲这份怎么呢？有一个学艺的样子。哦，虽然说叫大哥二哥，但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三弟，那当一个孩子，就和人学伺候两位。嗯，这两位规矩大了。是啊，天天的得练着。嗯，而且参拳打坐。哦，还打坐，拿草编一蒲团往那一坐。嗯，练。都碎了，老坐。老大说：“我这蒲团都坐不了了。”嗯，你爸爸孤灯趴地，那坐身上，就这么虔诚，坐你身上，对，坐身上、嗯，别耽误您练功。嘿，老大一坐，嗯，哎呀，这个三弟肉蒲团是真好。嗯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您这个有广告嫌疑。他也没有分我票吗？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三弟当个肉的蒲团的。这行了，能很好，能解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仨人亲如兄弟。哦，那么好，天天教你父亲练功啊？练的什么呀？嗯，锦被低头弩。这是什么呀？就是一大葫芦。哦，葫芦里装的是各种暗器。嗯，抱着这暗器，抱着大葫芦，啊、他一拍，念一句口诀。哦，当时万箭齐发，谁都得死。这么厉害，你爸爸天天抱着葫芦跟院里练。好，叮当咚当当葫芦，哦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葫芦娃呀？这不是，这是半句，然后我还差一个字儿，一个字儿。老师说那一个字儿先不着急告诉你，哦，留着。哎，这熟了再告诉你一个字儿就成功了。哎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八月十五到了，嗯，中秋佳节，哦，两位都挺开心，是啊，过节。老大老二，因为是他们俩人的生日，还是兔爷呀？啊，八月十五生日不就是兔子吗？啊，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啊。啊，怎么庆祝啊？出去开开眼吧。怎么开眼？外边吃饭。哦，走，吃饭去。去去吧。骑着大摩托。哦，哎，正当中是你父亲，后边是小蛤蜊黄不辣，前面是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。哎呀呵，瞧这仨人的乱劲儿啊！奔大兴城里，嗯，找吧，看哪个饭馆好。嗯，建议坊吃鸭子，烤鸭不吃，不感兴趣，不爱吃，都爱吃。涮羊肉不爱吃，嗯，狗不理，包子不想吃，不，哎，这儿新开一家店不错，这儿吃什么？这叫兔子登鹰。哎，这怎么老跟兔子有关系？太吉利了啊！图个吉利，进来吧。嗯，坐在这儿点菜，啊，俩凉菜，俩热菜。好，俩凉菜，嗯，来个毛豆，来黑豆，豆子。俩热菜呢，炒洋白菜啊，炒一蒿子杆儿，全是绿的。服务员说要什么饮料呢？仨人一块儿说，有胡萝卜汁吗？哎呀，
三半个嘴还说不清楚啊。一会儿啊，胡萝卜汁来了，早上拿起来跟他说，开心说。突然想起来，待会儿谁结账啊？啊，老大知道吧？老大，找林四柱。行了，行了。大几个大概齐了、啊、王老大、嗯、王老二、嗯、于老三啊，对大人啊，说这三弟不能花钱，那是啊，老大你花钱、哎、老二说别去、嗯、这是我花钱了，冬天进草料都是我花钱，是吧，怎么进那么些草料，怎么办呢，咱们打个赌吧、哦、看谁的武术高、哦、比试比试，小饭馆旁边地上两桶水，咱把脑袋扎在里边去，这比看谁憋的时间长，比扎嘛，谁就不花钱，哦，行行，三弟再见，走，扎下去了，脑子都扎里了。嗯，十分钟。哦，服务员过来了。嗯，哎，这俩可死了。哎啊，这就死俩呀、啊？淹死了。你们谁结账？嗯，哦，你等我好消息，等我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大伙出来上摩托，嘟，他跑了，走了。嗯，往前走就盘个庄了。是啊，大型盘个庄出西瓜。啊，对，马路两边都是西瓜摊儿。啊，也是忙中有乱。撞了一摊儿、哦、西瓜都碎了，卖瓜的不干了、嗯、拎着刀过来了，你疯了啊，这西瓜都碎了，嗯，哎，把摩托车留下，哟，你爸爸乐了，嗯，说闲话是你这是明抢啊，真是少来这套啊，你看看、嗯、这摩托车是我的，哎啊，到在这儿碰上那劫匪了，我可找着你了啊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坐着坐着，你爸爸坐着，你坐你坐，客气，好久不见，一切都好吧？嗯，好什么好啊？啊，你坑苦了我了，嗯、今天看见你，你走不了，好、哦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嗯，我能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嗯，那个咱们好商量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武林中人，嗯、我是天下第一刀客，啊，华北地区第一剑人，啊，这什么名字是吧？我还叫彪子啊，我有两位大哥。啊，一位是少林寺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老啊，一个是小杂役黄八，哎，您猜人能记得住吗？啊，这两位已经去世了。等会儿，这俩是谁？你大哥是少林寺主武当山，爱听了是吧？得说清楚点啊。那其实说呀，就是我是生不逢时，知道吗？这个没办法。我如果说搁到美国去啊，我比李小龙还得厉害，是不是？这话说完了，卖西瓜眼珠都亮啊！这怎么？你去吗？干嘛？你去吗？我送你去。嚯！你还有这路子？那当然了。嗯、啊，我有三个工作啊。第一是劫匪哦，但是因为摩托车被你弄走了，我就干不了了，成本太低啊。第二，我是卖西瓜的啊，现在西瓜碎了，我也干不了了。我还有一个工作，这是我负责偷渡。哦，偷渡是个蛇头。哎哎，我带你走、嗯、我送你上美国好吗？愿意去吗？那去啊，身上多少钱掏了都给我。嗯，爸爸真实在啊，啊，衣服翻干净，钱给人家了，是，嗯，夜里送你走。哦，夜里走，送你上美国，偷着去，晚上给你爸爸这蒙着眼睛啊，不让看，那是不让看，不让看，先弄一车拉出去，嗯，到水边上船，嚯，告诉船上别动啊，啊，最起码一个来月，就是太平洋可厉了，那是老大老大，太平洋大啊，哇、哦，水面一来月，嗯，你爸爸才到，下面都转，那是老坐着啊，到哪儿了？到美国郊区了，美国还有郊区，我跟你联系电影去，保不齐你就成功了，是吧？但是你这些日子先别待着了，那在边上有咱们华人的小饭馆啊，跟着先干活吧，打工啊，刷碗吧，是是，爸爸跟这儿真认真啊，刷碗有手艺啊，哦，啊，手艺刷刷碗，啊，挺好，一晃一个月啊，人家过来给工资，嗯，给了300块钱人民币啊，你等会儿吧，上美国还给300块钱人民币，你爸爸也纳闷啊，我都到美国怎么挣人民币？就是啊，啊，老板，咱上点事儿啊，我这个为什么要给人民币？对，怎么着不能给人民币呢？凭什么？是听见这么想，我这好容易来趟美国啊，尤其我在太平洋上我漂流一个多月了，这才到啊，我为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说对不起我自己，你给我讲清楚啊。老板乐了、啊、你真缺心眼，怎么这一个来月你可没在太平洋上，那在哪儿呢？密云水库。三级甲等医院，最高级别整形医院，安全权威，公益公信，权威缔造美丽，解放军第105医院，电话0551-5105-105。